吗？对。谢谢大家，我自己也很感动，谢谢你们这么的厚爱，谢谢大家。非常谢谢我和这么多知青这么热情的朋友相伴，啊，这真是夫复何求，我真的要非常的满足，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好的，那再唱一首歌献给大家。这是我的心声啊！我对歌唱这条路真的充满了幸福、快乐的感觉，都是因为有了各位啊！你们在我的生命中太重要了啊！一路走来，我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啊！为你们带来这首歌曲，正是我的心声，也就是我一路走来的轨迹。我要为你歌唱，献给各位。谢谢各位，再见。
见。